么棒的舞台，好创造给我们这么多机会，然后运动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，我们要保持初衷，热爱运动的心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一直不知道我的强项是什么，我好像每一项都可以，但是我后来找到了我的强项，我的强项就是我有我的红队大家，因为有你们，让我很有平静，想要一站一站拿下来。我想把这个奖跟我们蓝队的 Chaco 还有云鹤分享，因为他们每次都陪我们训练，然后云鹤都会帮大家带吃的，然后帮他准备很多东西，或是订好吃的东西。然后 Chaco 每次练习都会留到练习完后两个小时，还在帮一个一个按摩，一个一个按摩，一个按摩。对，谢谢你们。他跟人生一样，不会永远那么顺遂的。就像我做了一季的美梦，今天虽然那个梦的最后的结局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，可是我仍然觉得那是一个美梦。没关系，我们再试一下，这就是人生。对，这是全民运动会教会我最多的事情。一再试，一再试。90%的出战率，一人砍下了24分的可怕纪录。场上场下基本上是人格分裂啦，令队友是又爱又恨。全明星运动会第四季最有价值运动员奖，于晨曦。其实我非常想要这一座奖杯是红队的总冠军奖杯，对，但很可惜，我们还是得了第二名，对。但我很谢谢黄队、蓝队，让我们每一场比赛都有这么激烈的碰撞。没有你们，我觉得赛事不会这么好看。然后也谢谢绿队，让我有这次参加的机会。然后谢谢大家给我这个肯定，然后最要感谢的真的是红队的大家，就是不管我在练习的时候场上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但你们一直在包容，对，也一直在教我，对，我以前一直在运动，对，但你们教会的是不同层面的事情，对，谢谢大家。